考虑上是因为在宇兴开工了几间公车而已，就是后面的这些小弟也是刚刚出去玩东西，然后我也是刚刚交代完工人工嘛，然后现在就带你去看一下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啦？这里料都已经到了咯，红砖，然后过后火灾，这边都已经铺了那个一分板，反复原装的地砖咯，然后下面这边我们还会再铺多一个 plastic 纸的，这样子就有双层保护，然后也不会弄肮脏原本的那个模型了。然后这边就是这些料，洗面奶啊、沙那些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到时这个大门会换掉，换成防盗门，然后工人都已经把纸皮铺好了咯，然后多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工了。看设计图，这是客厅，然后过后因为我们开工第一天，这些全部都会粘在墙壁上面的平面图，然后有做什么东西这些，然后这个是插头，然后过后这个的话就是灯符，这个就是吸引给吸引来帮我们看的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到时干厨房的设计就是这样子了，就是主要都是这边会换成玻璃门，然后这里就是四厨房，四厨房的设计就是这样子的啦。然后这里到时就是会砌墙，然后有一个窗口，然后这里就是那个防盗门哦。接下来再讲。然后它的后面是这样子的，这边到时这个洞原本的洞啊，这边还会做成窗口，然后上面再封那个欧尼盖凉棚，然后这边是窗口，变成indoor了。这里这个就是楼下的房间，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这边哦，这边会装那个窗口，然后过后再装那个凉棚，这边到时会铺地板，然后这里的话哈、哦，就是做一个衣橱咯，楼上的房间都是一样，都是做一个这样子的衣橱，主人房也是，都在铺这个纸皮啦，这里是铺楼梯，不然他们就可以开工了。楼上铺两个在床上面有字，就是刚刚讲的四座椅子，就是等装个加湿器的时候再带过去。这里的话就等了，我记得。这里的墙壁都已经封了咯，这边也是，然后他们现在做的那个软隔离了的，然后防盗门也已经换了，都装上去了。然后里面的话是其实是月工人啦，再说的，我窗进来的，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我们，然后这个是刚准备要出窗了，小姐再打个招呼，拜拜 ，Hello， 有点危险，这边是汽车房。窗口不是好了，这个的话它是前端，它是免那些卡住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口也已经封掉了，它也是好了，很好了。然后这边还是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啊、就是这个，这是拿来放那个 gas 的。就变成到时你在换 gas 那些的话，那个工人是不需要走到去家里里面，他在外面换就可以了。然后也刚刚好，如果是屋主遇到屋主不在家的话，他们也是可以照样这样子换，不会影响到。就是这样啊，到时候这边的话它是会在封起来上面做 awning， 然后过封窗口的，类似很像这个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大致上就是这样咯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